先开始要来关心的，就是这有三骂这个美国牛肉这安全性。刷到这民进党执政的南部五县市发表拒绝三骂这个声明的后，基隆县长林聪贤是先来宣布，那政府真正要开放有三骂这个美国牛肉进口，基隆县将会拒绝相关的肉送去甲影响，同时有那不准这县内这机关学校来订相关的肉品。我们再重申。健康是无价的，我们县政府一定会在这个时候，对于所有的肉品，绝对不能含有瘦肉精的这个立场跟态度，我们维持一贯的这个原则。既然我也能讲是第一个真正明确拒绝美国牛肉入去的这地方管区，林聪贤表示，讲若真正要开放有三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，宜兰县会定出比这中央搁较严格的做法，同时有哪不准这县内机关学校来买这有三肉精的美国牛肉，有哪扣大检验，要求这餐厅要卖时阵爱来注明讲这牛肉到底是对对来，同时会将有含三肉精的这美国牛肉业者的名单对外来公布。